别尝看不到图。哦，好嘞，你看发心发的大，哎，把这个法界众生呢、啊、全部都归入到华藏玄门里来。哎，来，我们大家合掌，跟我一起念。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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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哎，我们刚才听到他那个唱的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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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哎，那大方广的一点点，一粒尘啊，哎，那又大又方又广，那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？那是佛的心啊，佛的慈悲心哦。哎，这个利益我们众生的，佛要度众生的心。不管我们在哪儿，有众生就有佛菩萨，有苦难就有佛菩萨。哎，这个佛菩萨。慈悲心啊，放光啊，无边无际。华严字母听了可以解脱的，听了消业障。哎，以后啊，多听啊。这次我们带来好像带来100多盘这个带来，100多盘42华严字母，在家里哇，那个是梵音啊。梵音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啊，对于华严经里面普贤菩萨恨愿品啊，这个是我们净土中的，也是净土中的五经之一啊，净土五经之一啊。我们平时啊早课要念10大愿望，晚课要念88佛忏悔普贤恨愿品，早晚不离这个华严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界，度众生的愿啊。其实啊，我们好像坐在这边说唱，到了庙里天天唱，一做功课了，敲钟，一钟一敲就开始唱了，嗡钟。Yeah.
这方土地的，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，有了他的地方的这个地方居住嘛，而且他是也是啊上百年的这个久远的历史传下，祖祖辈辈的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就是听着这些长大的，对不对？一辈一代一代，所以这个也有好处。以后我们这个多改几个这个佛曲的地方剧，这个特别好听。我们那个南方啊，就是粤剧，那个粤剧的粤剧的，我也叫他们改。我有几个弟子是粤剧里面的演员，把佛曲啊改粤剧的，他唱了就听了，这个味道就是好，感染力强。再唱一个河北方的好不好？最后一个。最后再共享大家一段《八郎探母》。